好，来，同学，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第一题哈。好，来，记住画三角形要用这个三角板。好，在画之前哈，我们会用到的那个半径哈，你都先把它量出来。好，11，再隔4公分，15，好，再来。七呀、啊，哦，因为我看错是七呢，对不起，七，好、哦，七，11，42，好、哦，加四，所以46，好，我们现在快速的把它画出来哈。哦好，是先大概先把它的先出来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这刻度先找十，好，12，好，因为我要画清楚一点，所以我用圆珠笔画哈。好，来，这边。好了之后，这个线要把它画出来。啊，如果画得够精准的时候，你这样子画过去的时候，这边会刚好是一点。啊，好，来，圆规拿着。啊，七。啊，好，画一个圆。啊，再来，11，11，好，再来，好了之后，要这个圆心哦，记住，哦，要量42，42。啊，好，这里要先画一个42。好，再来这边，42。好，42。再来42。好，这里就可以把这里画出来。啊，这里。就可以把这里画出来，啊，这里就可以把这里画出来，啊，好了之后再来46，好，一样，这里，啊，再来。这里，再来这里，好了，最后就是要用这个垂直线，啊，4米，哦，老师现在眼睛不是很好，看不到很清楚啊，有时候，比如我就看跟这个差不多宽的，啊，你看出来就是。这些宽度都要一致。好了，再来，我再把垂直。好，一样是这边哦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对着，如果你眼睛比较好，就对着4米。好，画。好，这样子就画好了啊。这个是这个题目，好，再来第二个题目哈。好，第二个题目是五角形嘛，对不对？它是的，我们先画，来，一定要先画一个十字线，把圆心找出来。
好，先定义出圆心。好，好，项目不大需要哈，我们就是这一个。好，好了之后，用量角器。量角器，量，这种量72度，好，如果不知道，我们应该用成这样子才对，好，所以72度，好，再来就144，好，再来换过来这边。72度，好，144，好，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把5小时画出来，好，把它对一下。好，画出来之后，再来圆规，它这是半径，它这好，我上次有跟你讲是58嘛，所以你这里要量58，58。画弧，画完之后，记住，58，记住这个要对哦，58，这里才画出来。5小时就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再来，现在距离是这边宽度，我现在把它找过来这边宽度是距离20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里稍微，我这里画一下，我现在把它延伸出去，画这条线刚才这条线应该画成一个，这里量一个20，记住是从这里面，20是在这里，20是在这里好了之后，我们就用这个来这比较紧张，这里可能比较难一点画过来，这里面这个五角形就出来了，再来我们就用这样子。这两线，这再画一个圆，所以这个就可以把它接起来。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之后，我刚才这个应该都要把它延伸出去，这个都要把它延伸出去了。这条线都要把它延伸出去。好了之后，这里我画一次记住，这一条线没有画到，很简单，你就想，你现在再画3角形就好了，这里，画到这边，有没有？这里，再画到这边。好，倒过来，这边都是平的一样，再把它画过来，这边都是平的，你不要去看直，好了，这星星是都好了，所以你去看，
这里星星都好了。再来最后这个转圆弧，啊，就很简单，我用圈圈板转圆弧就好了。好，OK。